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，我因你欢喜快乐歌颂你生命，直到永远。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，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，从未停歇。 逃亡！当我开口大声歌唱，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。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，看前方，你恩典已经预备，仇敌都羞愧，因我在。 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。我全心传扬你的奇妙作为。 快乐歌颂你生命，直到永远。你大能的膀臂从未曾缩减，向我们彰显每句应许的恩典，从未停歇。你斥责风和浪，仇敌都转身逃亡。当我开口。 大声歌唱，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。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，前方你恩典已经预备，仇敌都羞愧，因我赞美，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。 生命在我里面胜过全世界，我永远不会停止赞美。越风暴越有信心赞美，看前方，你恩典已经预备，仇敌都羞愧，因我赞美，高处或低处我都赞美。 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。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。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。我有平。 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。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在我心。我有平安如江河，我有平安如江河。 好了，下边我们开始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思想。前面我们已经讲过，作者在那边强调说，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的更美的启示，耶稣基督胜过了摩西，耶稣基督带来更美的安息。今天下边作者继续的提到什么呢？他除了把耶稣跟先知比喻、比方、跟天使比方、跟摩西比方，在这个地方又跟什么来比方呢？跟什么来比较呢？跟大祭司。从第4章的第14节，一直到第8章的第5节，第8章的第5节，这里提到一个更美的大祭司。我们去看第14节。 到第16节的经文，第4章的14节一直到第16节的经文，我们一起读来。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。 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开始提到说这里有一位另外的大祭司是神的儿子。这个神的儿子他做我们的大祭司。 他是在肉身的，但是他能够体恤我们，因为他凡事受过试探，但是只是他没有犯罪，他能够体恤我们，他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怎么样呢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，进入至圣所，然后呢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他这个大祭司带来的恩典。 是胜过旧的大祭司带来的恩典。旧的大祭司的时候，只有谁能够到至圣所里头来呢？只有大祭司，只有大祭司。但这个地方却提到，因着耶稣基督，他进入至圣所，于是这一位大祭司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。 在犹太人的思想里头，至圣所是不得了的地方，只有大祭司1年1次才可以进去，而且要带着赎罪祭进去。带赎罪祭要为自己赎罪，也要为百姓赎罪。所以进去的时候是恐惧战惊的进去。大祭司每一年进去是很害怕的进去的，很害怕的进去的。 因为大祭司自己也有罪，所以他去的时候是很害怕的。他怕上帝跟他算账，上帝说你什么地方不干净，什么地方做错了什么。所以呢，大祭司的服装很特别。你们读旧约的时候，大祭司的服装底下要有铃铛，一走起路来，铃铛会叮当叮当的响，就像以前我们的牛的脖子上挂铃铛一样，走起路来就叮当叮当叮当。大祭司的衣服上边要有铃铛，那个所以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你记得干嘛呢？就在里头一有声音，就知道他还是活的，他还在走来走去。万一很久没声音，就要准备进去抬人了。不要使他死啦，要准备进去抬人啦，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恐惧战惊的事情，但是他说什么呢？耶稣进去了，所以让我们有一个恩典，怎么样呢？一起可以进去。Amen。他说他可以怎么样呢？他可以体恤我们，所以我们进去呢就得连续蒙恩惠，做什么？ 做随时的帮助，真好哦！以前的时候，1年只有1次，只有大祭司。现在呢，是因着耶稣这个大祭司，我们每一个人随时可以，太棒了！随时，随时随地，服装不整齐没关系，这个随时可以进来，而且不用害怕，是坦然无惧，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好了，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里提到下面这个他胜这个更美的大祭司，我标题上没写哈，不过呢，我5章第4节到第6节，这里是第一个，他也是蒙召的。我们读第4节到第6节，一起读来。这大祭司的尊荣，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 如此，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，乃是在乎向他说：“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。”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好，读到这里，这里提到说什么呢？大祭司不是说我自己说我是大祭司。 所有的尊荣也不是说我自己要就有尊荣，他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？必须是出于上帝的拣选，所以上帝拣选利未人，不是所有的利未人可以做大祭司，利未人中间只有亚伦支派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，啊，亚伦支派的后代可以做大祭司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，他说耶稣。 不是列在利未支派，更不是亚伦支派，但是他是被拣选的。他被拣选什么？是因为上帝在诗篇上边的应许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怎么样？我今天生你。他是被蒙召，照着谁的等次呢？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麦基洗德的等次啊。所以这里第一个就是他做大祭司是被拣选的。 他的荣耀也是被上帝给他的荣耀，荣耀没有自取的，是上帝给的。所以，如果人要自取荣耀的时候，会有什么事情？人如果要自取荣耀，你比方说选举啊、打仗啊，只要把对方打倒啊，然后你才可以得到荣耀。但是基督徒在属灵上，我们可以得到荣耀，这个荣耀要从上帝来。所以你注意啊，大卫得荣耀很特别。 大卫得荣耀的时候，一直大卫有一样事情，就是他在做一件事情，就是他没有动手抢扫罗的王位，对不对？你读这个撒母耳记上，好，你就会发现他一直没有自取荣耀，他不是去跟扫罗打仗，跟扫罗征战，以至于做王，他没有这样，他是一直退，一直退。 他做王到最后说，很明显的就是上帝让他把他摆到荣耀里，让人从各处各方涌向他，他的家就越来越兴盛，最后，犹大支派的说你做王吧，然后接着另外10个支派说你也做王吧，统统一起来拥戴他，以至于他成为这一份尊荣的王。所以基督徒也要知道一件事情。 如果你要得荣耀，等上帝给你荣耀，你要照着属灵的原则得荣耀，你要在品德上边，在信心上边，在侍奉上头，在爱心上头，在祭坛的上头，在这些中间都显出你的不一样来，你就会发现荣耀会临到你的身上，啊，你就记住，你等在那里，上帝会给你荣耀的。 当上帝给你荣耀的那个荣耀，就没有人能够抢得走。啊，如果是自己得的荣耀，很可能被别人抢走的。但是上帝给你的荣耀，那会是永恒的荣耀，那会是一个永远的荣耀。哈，那是一个荣耀。然后第二个，你看什么？他说这一个基督这个大祭司，他是受过苦难的。一般人间的大祭司是没有受过苦难的，但这个祭司是受过苦难的。就看第7节到第10节，我们一起读来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，既大声哀哭、流泪、祷告，恳求那能赦免他免死的主，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。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 他既得以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，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。好，这里提到说，第一个他是被拣选的，第二这个大祭司，这大祭司受过苦的，这大祭司上过十字架的，这个大祭司是怎么样？刚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这个大祭司因着苦难学了顺从，因着苦难得了完全，因着苦难成为别人得救永远的根源。都是因着这个苦难，他就学了顺从。啊，人在苦难中学顺从，这是一定的。 你顺从总是有一些苦难以后，你才会知道哦，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啊。你受了一些苦以后，你才知道这路该这么走的啊。所以在苦难的中间学了顺从，所以记住苦难来的时候就是学顺从的时候。那我们常常是苦难来的时候是大声哭着说委屈，大声哭着说不甘心，大声哭着说不可以不。苦难来的时候顺从就好，好好的顺从。 然后苦难来的时候怎么样？可以让他得完全。一个人的完全从哪里来？不是单单努力而来，而是因着苦难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完全。因着苦难，他成为更美的大祭司。其他的大祭司是因为生下来做大祭司，了解我的意思？因为是亚伦的后代嘛。 啊，随着亚伦的后代一直生，一直这个就是他的嫡长子就一直下来嘛，所有的嫡长子这一系列就变成大祭司，啊，就变成大祭司。但是耶稣不是，耶稣是为我们受过苦难的，其他的大祭司没有为我们受过苦难，所以弟兄姐妹，苦难如果让耶稣学顺从，让苦难让我们学顺从，如果有苦难，让我们可以得完全。 不要让苦难白白过去，让在苦难可以成为我们生命的恩典。苦难让耶稣可以去体恤其他的人，苦难也可以让我们去体恤其他的人，啊，可以得着尊荣。好了，下边我们看12节到第14节，12节到第14节，一起来读12节到第14节。来，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。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，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、不能吃干粮的人。凡只能吃奶的，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，因为他是婴孩；唯独长大成人的，才能吃干粮。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，就能分辨好歹了。好了，这是为什么会讲这句话呢？我这给了一个标题，我说一声叹息，啊，这是一声叹息。这声叹息是吧？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讲到麦基洗德，提到麦基洗德，等一下我会讲哈，在这里先跳过去。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他就发现，哎呀，要跟犹太人怎么讲麦基洗德？ 哦，他说：“看你们学习的功夫，本该做师傅，谁知还得有人将圣言小的学的开端教了你们，是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。好，必须吃奶不能够吃干粮的人。他是一份叹息，看他们学习的功夫，表示这群人在信仰上边曾经很认真的学习过的，对不对？表示他们在神的家里头也有一些连日了，对不对？也有一些连日了。” 哦，也大概上过各样的训练班了，我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训练班了哦。他可能也已经上过各样的训练班，受过各样的装备课程，什么都有了。但是他们一个问题在哪里呢？他们的问题是，还是像一个婴孩，不像一个成熟的人，不像一个成熟的人。于是，这是他的一个叹息。弟兄姐妹，你能不能想想看，婴孩跟成人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属灵的婴孩跟属灵的成人有什么不同？ 不要看讲义，你们自己想。婴孩要有人照顾，嗯，很好。还有没有？婴孩怎么样？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对不对？以自我为中心，啊，我大爷我高兴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哈。还有没有？啊，对不起，没有分辨的能力。好，还有没有？怎样？ 要别人喂着吃，自己不会吃啊！一定要别人喂着吃哈、啊！什么肉啊，你得嚼不，现在不是嚼烂了，以前的时候都把它嚼烂了，以后再喂给他吃啊！那么要这样给他，还有没有？啊，不能独立，好，还有没有？不会去帮助人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八屎八尿。呀，你们都可以去注解。记住，这就是读圣经，这个就是解经，懂我的意思吧？你就想什么是婴孩啊？你就想到基督徒中间有没有这种人呐、啊？有没有？ 他永远要别人爱的，有没有？他永远要别人招呼他的，有没有？他永远自我为中心的，有没有？他永远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，统统抓在手上的，不肯分出去的，有没有？有，从来不讲道理的，有没有？不高兴的就闹情绪的，有没有？要哭了，管你聚会不聚会，我就大声哭了。 小孩嘛，哦，小孩子要哭了，要跑啊，要怎么样了？好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，有没有？你在讲你自己吗？OK， 好，你注意，那个就是婴孩，那个就是婴孩。成人就刚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成人就不一样了。你们想，成人应当是怎么样？ 成人应当怎么样？啊，稳重顺服，好，还有没有？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哈，所以牧师可以不用去探访你，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，不会闹情绪，好，还有没有？啊啊！ 对不起，我听不见。牧师耳朵背了，啊，分辨得了好歹了，对不对？好，还有没有？有能力照顾婴孩，嗯，很好。他不但会照顾自己，还可以去 take a baby 了哈，会 take a baby 了。还有没有？他会生孩子，哈利路亚。同意不同意啊？ 啊，婴孩不会生婴孩吧，对不对？成人才会生婴孩，哎，而且可以生一串。属灵上不要有生育计划，属灵上一次生到3胞胎、4胞胎都是好事情。好，还有没有？体贴明白神的心意。好，还有没有？稳重，成年人也会顾到别人的需要，会不会？ 喂，他不但是自己的需要，他会顾到别人的需要，好，他会知道要守纪律，他会知道在一个团体中间应有的样子，好，他会注意到人际之间的关系，这个都是成年人应有的样子。他对于圣经的真理，他可以自己去了解、去明白、去阅读、去追求。OK， 这个就是成人，这就是成人。 成人长大，成人是一个慢慢的过程。如果成人会能够像放那个发粉一样，噗就发起来，哦，那个会有问题，那个会有问题。成年人成熟是慢慢的，强壮可以很快，啊，小孩子可以很强壮，可以很快，但是他的成熟，成人那是慢慢的。 那个慢慢在哪里学呢？在挫折中学，一点一点的学，啊，要经过训练来学。越有训练的学习会越好，没有训练的学习，你就让它随便长也可以，只是长出来的会不好，啊，长出来的会不好。如果有学习的教导，那个长出来的会很好。 对不起啊，我讲一下我的孙子。我看到我孙子，我里头有一个很深的感触，因为年轻人很多一些学过那种幼保的啊，学过教幼儿的啊，所以就常常会跑去教我的这个孙子啊，去表达一些的东西啊，哈，很多的东西让他会去做，跟大人做沟通，用点头，用手势，用什么？我的孙子现在只有1岁6个月。 对，他319生的，所以他叫张两科。听不懂， 319生的啊，所以叫张两颗。然后我就发现这个，因为有教，他就有学。我就发现以前我们也不会教，所以我就发现他这1岁半了哈，他很会表达很多的东西。我想这是因为有教。 了解我的意思啊，有教，他会很容易表达他的意思，跟我们之间的沟通，所以他都不会哭，因为他可以沟通。很多小孩是用哭来沟通，我发现哎，这孩子啊，他会用表达来沟通啊啊，像有一天我这个什么，我抱着他，然后我媳妇抱着另外一个小孩戴恩，手上拿着奶瓶喂戴恩吃奶，你知道他就。 指指他妈妈，他从我身上爬下来，然后就拍他妈妈，然后呢就把那个戴恩推到我这里来，啊，然后我就知道，那我就把戴恩接过来，然后他妈手上还拿着奶瓶呢，他就把他的奶瓶推给另外一个阿姨去，啊，让妈妈2只手都空了，然后他就爬妈妈身体，然后就要妈妈把他抱起来，哎，我说哦，我说他懂得表达哈，因为他有学。 就是他被教过嘛哈，我没有意思说他特别聪明，他因为被教过了，所以就不一样。有一天到我的办公室里头，他就去把电灯关掉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孙子，你干嘛关灯？”然后他就把我推出来，从办公室里头推出来。推出来以后啊哈，然后另外还有几个年轻人在里头啊，他就一个进去，一个一个的把他们统统推出来。推出来以后就把我的办公室门关起来。 我就发现，哎，他被教过了，所以他会表达。我们以为这1岁多的小孩什么都不懂，哦，原来他懂，原来他里头有他的意思在那个地方，有他的意思在那里。OK， 一样。婴孩的成长过程中间是需要经过训练的，属灵的婴孩的成长过程要经过训练。一般来说，我们就是随便放牛吃草，你就慢慢长吧，慢慢长吧，慢慢长吧。 可以的，可以不是不可以，那可能就长出一群野孩子，啊，一群没有教过的，就是随便做什么的。我想有教跟没有教的分别是很大的，成长的过程是很大的，所以告诉边上呢要接受训练。所以如果你看到光伟有些什么东西不好，那就代表我跟师母以前没有教好他，啊，那代表我们没有教好他。OK， 好了，下边你看6章1节到3节，我们一起读6章1节到3节一起读来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那懊悔死性。 信靠神，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神若许我们，我们必如此行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先读到这里哈。这里头你看到一样事情，第1节提到说，我们应当怎么样？离开什么？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怎么样？进到完全的地步，不必再立根基，就如懊悔死刑，信靠神。 各样洗礼、按手之礼、使人复活及永远审判各等教训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作者在这里提到说，这些东西是什么呢？这些东西不过是我们道理的开端。了解我的意思，道理的开端，那不过是一个根基。换作在根基上面，应当还要持续的建造，不应当一直留在什么懊悔死刑啊、按手之礼啊，好，还有各样洗礼啊。 这为什么特别提各样洗礼啊？这是很特别的，这是很特别，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习惯。我们不太知道我们的洗礼是跟着犹太教的犹太人的洗礼出来的，实际上旧约中间并没有洗礼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所以当我们去发现洗礼的时候，很困惑，说洗礼是从哪里来的？旧约里头没有提过洗礼，完全没有提过洗礼。洗礼从哪里来的？洗礼是在两约之间，旧约跟新约中间，犹太教发展出来的。 他们的一份洁净之礼，哈，他们一份洁净之礼，但这个洁净之礼显然是被上帝接纳，被耶稣接纳，所以耶稣也去受洗，懂我的意思？所以我们基督教接受这个洗礼，但是犹太人的洗礼是什么？很麻烦。我告诉你，知道很麻烦。他们的洗礼不是洗一次，我们是一生洗一次就好了。犹太人不是洗一次，一天洗很多次。 我说他们有洁癖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是有洁癖，他们一定要洗很多次。所以呢，他们的犹太人的社区里头啊，会堂中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是洗礼池。这很难相信的，很难讲。最重要的洗礼池，而且一定是全身进去的，不矮矮的也全部都躺进去。而且躺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是。 什么事情都要去洗一下，懂不懂我的意思？从外边走路回来了，洗一下，然后表示干净了啊，表示干净。外边做完生意回来了，洗一下，表示干净了。外边吃完饭回来了，洗一下，表示干净了。哇，所以他们有各式各样的洗礼，所以这里讲各样的洗礼，跟我们不一样。而且他们的洗礼哈，我们洗礼穿袍子下去，对不对？对不起啊，他们的洗礼是不穿任何东西下去。 有任何东西都不能够挡住，所以他们男女分开来的，他们的洗礼啊是男女分开来的，啊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不能够挡住，挡住了就算不干净，啊，就算不干净，连戒指都要脱下来，戒指都要脱下来，全部这样子下，然后这样子洗，所以他们的洗礼是很麻烦的，所以这里讲说各样的洗礼，所以你就知道感谢上帝，我们从那里脱离了，哈利路亚。 这是上帝的恩典啊！上帝的恩典。然后说按手之礼、懊悔、死刑、永远审判。他说这是什么？这是基督教道理的开端而已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感谢上帝，这些东西你我都应当知道，但是这却不是基督教道理的所有，这不过是基督教道理的开端。表示什么呢？下边还有更深入的。 还有更多的，还要再进去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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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去的。所以在我们的教会中间，我们会提到你的态度，提到你的生命，我们从这边会提到你整个人的建造。基督教的信仰有将来的审判，有今世的生活。将来的审判凭信心进去。 将来的审判凭恩典进去，今世的生活一样是凭恩典，但是绝对超过你现在所能够想象的。你今天经历的恩典，远远比不上上帝后边要给你的恩典。你今天认识的上帝，绝对只是上帝的一小部分而已。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。 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的 knowledge 去认识上帝，以为上帝就只是这样。你如果读了这整个希伯来书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是越来越往前进的。了解我的意思？对犹太人来讲，开始接受耶稣是弥赛亚，这已经是不得了了。 开始接触了，然后呢，在这个信仰中间慢慢往上面建造，发现啊，原来安息日不过是一个表征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对我们来讲，本来就安息日是个表征嘛，所以我们现在不必被安息日捆绑了。知道安息日是哪一天吗？啊，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说礼拜天，安息日不是礼拜天，安息日不是礼拜天，安息日是礼拜五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，知道了哈。 礼拜五太阳下山到礼拜六太阳下山，这个叫做安息日，这叫安息日。感谢上帝，我们从这里头被释放了，我们从这里头被释放，我们不在这个捆绑的中间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以前只有礼拜天放假，现在礼拜六也放假。哈利路亚，新旧两约咱们都放假。新旧咱们通通都放假了。好 OK， 好了。那么你看到这些的，看到这些东西，你就知道这个什么？这个启示是越来越往前进，你的细小引导越来越往前进。对教会而言，比方以台湾的教会最早期，我不知道长老教会的情形。 像是我们说国语教会最早期的时候，那个信仰是什么呢？民国40几年哈，1950年左右的时候，在台湾，国语教会的信仰只有一个：信耶稣得永生啊。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记不记得？啊，这个是早期我们这个年代的人都看过。我以前教堂围墙外面写的都是信耶稣得永生，要不然就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，就这两句话吧，就这两句话吧，对不对？好，所有的信仰就是这个。 直到这里，直到这里，到了后来的时候就变成耶稣爱你啊，就所以写的字都叫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。到了现在就已经千变万化，各式各样的主赐平安呐，什么什么。你看，开始讲到耶稣爱你跟主赐平安的时候，事实上这个信仰已经从什么呢？已经从未来的盼望开始进入今生的生活。了解不了解我的意思？ 对不对？就是他的信仰开始发现哦，除了这个以外，原来上帝关心的不止将来今天了，那个非常重要。但上帝也关心一件事情：今天你怎么过日子？明白？好，上帝爱我们，所以包含今天，上帝都预备。你看，这什么？这是信仰在往前行，这信仰在往前行。好，信仰在往前行。以前的时候比较强调什么呢？ 比较强调为主受苦，所以呢，比较强调背十字架、钉十字架的耶稣。哎，现在的时候你会听到我在讲什么？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我会告诉你，耶稣凯旋了。你说这个信仰在讲什么呢？不是单单一个受苦的耶稣，开始讲到一个做王的耶稣，一个凯旋的耶稣。你看到没有？这什么？这在往前边进，这在往前边进，这在往前边前行，在往前边前行。 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的信仰也要往前边前行。你的信仰不要只停留在一点点哦，将来拿着一个什么天国护照就进天堂哦，哦，就只在等这个不对。你的信仰，圣经中间所有上帝给你的应许，你都能更多的认识。你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。 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对吧？好了，下面看第4节到第9节，我们一起读第6章的第4节到第9节，一起读来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、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全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 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，明明的羞辱他，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，生长菜蔬，合乎耕种的人用，就从神得福。若长荆棘和棘藜，必被废弃，尽于咒诅，结局就是焚烧。 这里开始提到，这里提到什么？这里提到说，他插入了一段话，插入了一段田地啊，长菜蔬还是长经济啊？为什么插入这段话？因为他提到说，你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但是呢，却不可以丢掉真道，不可以离弃真道。原因是什么？还是我前面说的，因为他们会被拉回犹太教。了解我的意思？他们会被拉回犹太教，所以作者在这边告诉他，你不可以被拉回犹太教。他就举了一个例子，这是农人种田的例子。他说，农人啊，在预备一个田地啊，又耕耘又浇水，期盼的是什么？期盼是什么？能够有丰收嘛，对不对？能够长出菜蔬来，能够长出五谷杂粮来。结果长出来的是什么？荆棘。 于是呢，就会被什么东西啊？年轻人可能不太懂，这个事实上面是古代农人耕作的方式，叫做火耕，叫做火耕，就是常常一片田，如果长了很多这些杂草什么的时候，会放一把火就把它烧掉，一直到现在，如果你去。像是新几内亚、非洲、乌干达啊这种地方的时候，他们那些部落的民族还在用火耕，因为他们种一块田，种一种，那个田就是地的出产就渐渐不好了，因为比较贫瘠吧哈。于是他们就把那块田放弃，到另外地方放火烧，一烧了以后，树木杂草统统烧掉，就变成灰，那个灰就变成耕种在田里头是最好的肥料。于是他们就在这个地方重新再种。 种以后，他们又会换一个地方，所以这个事实上也是很可怕的事情，造成了土地沙漠化啊，整个乌干达大片的森林被烧掉。以前中国的云南也是这样，云南贵州那边也是这样，用火耕就把它烧掉。OK， 他讲的就是这个。那这块田应当要长出好东西，没有长出来，结果上就是农人会放一把火把它烧掉。 啊，烧掉以后，希望能够重新再种植。他讲的就是这个。他说，如果一块田地不会再结出好果子来，会被火烧掉。一个人接受了神的恩典，却不能够好好的过出基督徒应有的信仰生活来，结局是什么呢？结局也是会被火焚烧。好，所以他提到他们怎么样呢？一定要坚持到底。这是第9节到第19节，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读了哈，他说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要坚持到底。他提到说，9节到11节读一下好了。9节到11节，他虽然说的这么严重哈，让人很害怕，但是呢，9节到11节你看一下，我们读一下来。 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因为神并不公义，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，和你们为大民所显的爱心，就是先前伺候圣徒，如今还是伺候。我愿你们个人显出这样的殷勤，使你们有满足的指望，一直到底，并且不懈怠。只要效法那些凭信心的忍耐。 承受应许的人，好了，前面讲的叫人好害怕，乖乖，只要被火烧了，这很可怕，但后边安慰说，放心啦，我看你们是胜过这个的啦，不要担心啦。他说，上帝不是不公义，上帝记得你们曾经在爱心中伺候圣徒，在热心里伺候圣徒，过去如此。他说，今天你们还要继续的伺候。 表示这一群人曾经是很热情、很认真的跟随上帝，很热情、很认真的在那个地方，服侍，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服侍的。好，所以他鼓励他们怎么样呢？不要懈怠，鼓励他们怎么样呢？要效法圣徒的榜样，好，下面我们要再看什么呢？ 第3个，这个更美的大祭司是怎么样？这更美的大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。这一个很特别，这一段经文中间呢，事实上面从第5章一直到第7章啊，用过6次的等次，啊，第5章第6节、第10章。 第10节、第6章、20节、第7章、11节、7章、17节，你们的讲义上都有哈，用过了6次讲等次。什么叫等次？等次就是位阶，啊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位阶来做大祭司，所以他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的原因，是因为他照着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这个字用了多少？这个名字用了多少次？用了10次，从第5章一直到。 第7章连续讲了10次麦基洗德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提这么多次，就表示这里在讲什么呢？在讲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位阶做大祭司。整个里头非常重要，一边讲耶稣是被拣选做大祭司，一边讲耶稣受过苦做大祭司。这边继续讲什么呢？耶稣是什么？耶稣照着麦基洗德的档次做大祭司，所以他是一个更美的大祭司。好了，他前边为什么会讲那么多？说你们还是婴孩，不能吃奶等等，原因就是因为麦基洗德。 了解我的意思吧？他就是要讲麦基洗德，结果讲出那么多一长串，好，但事实上那一串长串的真理，往往都是很重要的，都是上帝要他讲的。所以我跟你说，常常就是我们做一些不是我们自己定义的，但是是上帝定义的，就像是在这明明要讲麦基洗德，却讲了一堆你们是婴孩，不是成人。 讲了一堆，那块田地会被焚烧，看到没有？那个不是作者本来要讲的，但是是上帝要讲的，看到吗？所以这个常常很有意思。保罗的书信上也很多是这样，常常不是保罗本来要讲的，结果呢他就讲出来了，结果他就讲出来。所以在你生命中间也是一样，很多原来不是你要做的，结果你做了，那是上帝要做的。你们不在你的计划里，但在上帝的计划中。 明白，不在你的计划中，但是就是在上帝的计划中，所以那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，那实在是好的无比的事情啊！所以不要为不是你的计划而在那里担心，而在那里着急哈。OK， 这里讲什么呢？这里讲哈，麦基洗德是预表基督，第1节到第3节，第4节到第7节。 讲麦基洗德高于亚伯拉罕，第8节到第14节讲麦基洗德的等次取代了利未的等次。第7章的第1节到第3节 ，OK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，又是至高神的祭司，本是长远为祭司的。他当亚伯拉罕加拜诸王回来的时候，就迎接他，给他祝福。 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1/10给他。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，他又名撒冷王，就是平安王的意思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，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。好，就说到这里。这里提到说什么呢？这里提到第一个，他说麦基洗德，麦基洗德在创世纪记得吧？ 亚伯拉罕打败了，把罗德救回来了以后，然后来到麦基洗德这个地方，然后把1/10献给麦基洗德，记不记得？从他的炉中间献出了1/10。他说麦基洗德在做什么？麦基洗德在预表基督。麦基是什么意思？麦基是王的意思。洗德什么意思？是公义及仁义的意思。 好，是你们的讲义上都有哈，是公义及仁义的意思。他说麦基洗德又称为是撒冷王，撒冷是什么意思呢？撒冷是平安的意思，撒冷是和好的意思。好，撒冷是平安是和好的意思。所以麦基洗德提到他是公义王，预表基督；仁义王，预表基督；和平之主，预表基督。 通通在预表着基督，通通预表着基督，然后又用了一节经文，这节经文最有意思。他说：“麦基洗德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无父无母无族谱。”这什么意思啊？读到这里，这是神学上非常有趣的事情。神学上非常有趣的事情，一个人怎么会无父无母、无族谱、无生之始、无命之终？ 我曾经听人讲过，说他这就是基督的显现出来的样子，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呢，我个人不太完全接受这个，因为我觉得，就是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，就是没提这些，懂我的意思吧？没有提这些，如同提到一个先知以利亚，没有讲他爸爸妈妈是谁呀？ 没讲他的族谱啊，没有讲他什么时候生，当然有讲他没死就被接去了，对不对？讲他没死就接去了。那么，所以圣经中有很多人是无生之始、无命之终，没有记载，没有记载，但不代表他没有生之始、没有命之终，对不对？不代表他没有生之始、没有命之终。哦，先知拿单。 你不知道他是生之死于何时啊，命之终于何时啊，族谱是谁呀、啊？了解我的意思？只是他用这样的一个无生之始、无命之中，有一个预表，预表基督。这一个王没有生之始、无命之中，预表基督。了解我的意思哈？基督是无生之始、无命之中的。 好，无族谱，我说，可能你会说，路加福音上没有，路加福音上是有，马太福音上没有，但你没有发现，约翰福音上没有，马可福音上没有，马可跟约翰这两卷书上面是完全没有提的。为什么约翰福音没有？约翰福音描述他是神，啊，所以呢，神的儿子就无生之始、无命之中、无族谱，这些统统不重要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是道成的肉身来到人间的。哈，那为什么马可福音没有写？马可福音。 记载的是一个仆人，所以这个仆人不在乎他的族谱的，好，没有人去问一个仆人的族谱的。OK， 好了，所以重点就是麦基洗德在预表基督啊，他是预表基督。好，重看第四节到第七节，第四节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读第四节到第七节。来，你们想一想，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之物，取1/10给他。 这人是何等尊贵呢？那得祭司职任的利未子孙，领命照例向百姓取1/10。这百姓是自己的弟兄，虽是从亚伯拉罕身中生的，还是照例取1/10。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，到收纳亚伯拉罕的1/10，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。 好，就读到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提什么呢？他提到那个故事，刚刚我已经提到《创世纪》里头提到亚伯拉罕打胜仗回来了。打胜仗回来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居然对麦基洗德献了1/10，献上1/10，而且麦基洗德就给他祝福，表示一件事情：麦基洗德的位分。 高过亚伯拉罕的位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举例的说，利未人会向以色列人收1/10的奉献，因为利未人带着祭司的位阶，就高于一般百姓的位阶。那么亚伯拉罕呢，会不会高于利未人的位阶？会不会？ 怎么不会？他是祖先嘛，他是老祖宗啊，会不会高于利未人的位阶？当然高于利未人的位阶。但是亚伯拉罕如果低于麦基洗德的位阶，表示麦基洗德高于亚伯拉罕，高于利未人，高于大祭司，高于亚伦，就是这个意思。OK， 他用亚伯拉罕献1/10的这个故事来讲到麦基洗德的位阶高于亚伯拉罕。 所以在这里我也顺便说一下，有一些教会的人就说11奉献是旧约律法的规定，所以现在我们活在新约，就不需要再受这一个旧约律法的规定。说这个话的人是根本没有好好读圣经，你会发现11奉献超过旧约的律法。旧约的律法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哎，怎么不知道？谁开始颁布律法的吧？ 摩西嘛，告诉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在摩西之前还之后，所以换句话说，11奉献这个线上是在律法之前，还在律法之后，在律法之前，所以律法废掉了，这个东西还没有废掉。了解我的意思啊？所以很多的人以为说啊，律法废掉了，所以11奉献也废掉了，这是错误的观念，你一定要记得，这个观念不好。 11奉献是蒙恩的，是蒙福的。亚伯拉罕的时候也没有人吩咐他，他就是甘心的把它献上，献在撒冷王的面前，献在撒冷。而我们是献在上帝的面前哈，所以你要甘心乐意的来做这个工作啊，来做这个工作。好了，从第8节到第14节开始讲什么呢？第8节到第14节开始讲到麦基洗德。 取代了利未祭司的职分，我们一起读一下第8节到第14节，第7章8节到14节一起读来。在这里收1/10的都是必死的人，但在那里收1/10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，并且可说那受1/10的利位，也是借着亚伯拉罕纳了1/10，因为麦基洗德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，利位已经在他先祖的身中。从前百姓在利位人祭司职任以下受律法。 倘若借这职任能得完全，又何用另外兴起一位祭司，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不照亚伦的等次呢？祭司的职任既已更改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因为这话所指的人本属别的支派，那支派里从来没有一人伺候祭坛。我们的主分明是从犹大出来的，但这支派。 摩西并没有提到祭司。好，这里提到说，麦基洗德取代了利未人的支派，麦基洗德的等次不列在利未人支派的里头，所以耶稣基督不列在利未人的支派的中间，了解这个意思哈？耶稣基督不列在，耶稣基督是哪个支派啊？犹大支派。 好，是大卫的后代，是犹大支派，但他不列在利未人支派的里头，因为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了解这个意思啊？因为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好，下边第15节开始，第15节继续看下去。来，倘若照麦基洗德的样式，另外兴起一位祭司来，我的话更是显而易见的了。他成为祭司。 并不是照属肉体的条例，乃是照无穷之生命的大能，因为有给他做见证的说：“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。”先前的条例因软弱无益，所以废掉了。律法原来一事无成，就引进了更美的指望。靠这指望，我们便可以进到神面前。继续。 再者，耶稣为祭司，并不是不起誓立的；至于那些祭司，原不是起誓立的，只有耶稣是起誓立的，因为那立他的对他说：“主起了誓，绝不后悔，你是永远为祭司。”既是起誓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些成为祭司的数目本来多。 是因为有死阻隔，不能长久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，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，这里提到说，提到耶稣基督，他胜过了一般的祭司，他不仅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而且怎么样呢？而且哈。 他跟这些祭司不一样的，不一样在哪里呢？不一样是所有的大祭司都是为自己的罪献祭，必须为自己的人，而他呢是无瑕无疵，不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。所有的大祭司是献牲口为祭，而他呢献上他自己。所有的大祭司是每年都要献，而他呢只献一次。所有的大祭司是立软弱的人为祭司，而他呢是神的儿子被立为祭司。 所有的大祭司凭着人间的律法为祭司，他呢是凭着无穷生命的大能为祭司。好，无穷生命的大能，所有的大祭司会因为死亡而更换，而他呢是永远做祭司。Amen。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什么？这个就是不同了。所以就讲他是一个更美的他，他胜过了这个，他胜过了这个，他是长远活着，好替他们祈求。 好，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好了，我们看这个是26节，又是他提到耶稣。我说他每次提到耶稣啊，哈，都会有一些很涌出来的赞美哈。你看26节一起读来，像这样圣洁、无邪恶、无玷污、远离罪人、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合宜的。好，你看他提到说什么？他是怎么样？这样怎么样？圣洁，然后呢？ 无瑕疵，然后呢，无玷污，然后呢，远离罪人，然后呢，高过诸天的大祭司，原是与我们怎么样？你看真棒，他是圣洁，无邪恶，无玷污，远离罪人，高过诸天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在叫人。 他提到耶稣的时候，我就讲，他每次提到耶稣的时候，里头就涌出这种赞美，哈，就涌出这种赞美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玷污的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瑕疵的啊，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瑕疵的。但是唯独他是没有玷污、没有瑕疵的，唯独他是没有玷污、没有瑕疵的。好，下面第8章第1节到第5节，第8章第1节到第5节，我们去读来。 我们所讲的是，其中第一要紧的，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，在圣所，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。这帐幕是主所知的，不是人所知的。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，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。他若在地上， 必不得为祭司，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，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，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，蒙神警戒他说：“你要谨慎，做各样的物件，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。”好，就读到这里，在这个地方就提到什么？他是一个在天上的大祭司。 一般的大祭司是地上的大祭司，他是在天上的大祭司。因此，弟兄姐妹提到他的位阶，对犹太人来讲是要高过大祭司的位阶，对我们来讲都没有问题。他不写这个，我们都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他不写这个，对我们来讲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我们本来就接受他是大祭司，但对犹太人来讲太重要了。你要知道，犹太人来讲太重要。犹太人认为，天使、先知、摩西、亚伦。 好，亚伦这个都是不得了的事情，但是呢，作者告诉他超过了，亚伦已经过去了，这个东西已经废掉了，有一个新的大祭司要出来了。这个新的大祭司是在天上为我们祈求的，新的大祭司是一次献祭，永远献祭的。好，新的大祭司是一次献祭，永远献祭的。所以亚伯拉罕曾经对他献1/10。 他曾经给亚伯拉罕祝福，他无父无母无生之死，这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。好，麦基洗德的等次的。亚伦及所有的大祭司都需要为自己的罪献祭，耶稣不需要。亚伦献牲口，耶稣献自己。亚伦要连连献祭，而只有耶稣是什么呢？ 一次献上就完全了。地上的亚伦只做地上的祭司，耶稣做天上的祭司。亚伦是不断的轮换，但是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。这是一个完全的大祭司。哈利路亚！感谢上帝，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，能够体恤我们，天天为我们祷告。你随时可以到他的面前来。 他能够了解我们里头的软弱，体恤我们里头的软弱，所以我常常在想，耶稣是最有恩典的，真是圣经中间他是恒久忍耐的，他也是不轻易发怒的，啊，虽然一宿虽有哭泣，早晨就怎么样，便必欢呼的。这什么？这个就是一个上帝的爱，那一个体恤的爱。 一个大祭司的爱，一个大祭司的爱，你我都有这样子的大祭司 ，Amen。你我靠着这个大祭司，在上帝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。每一次只要一声“主啊救我”就可以了，每一次只要一声“上帝原谅我错了”就可以了，所有的问题通通一笔勾销了。所以只要我们今天到上帝面前来，也不必每一天都牵一头牛来。 乖，这门口就变成屠宰场了，也不必天天牵一头羊来，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通通已经完成了，好，回头我们会再讲到今天到底要牵什么来，回头再讲。今天还是有东西要牵来的，但是以后再讲。OK。